吉隆坡慈济国际学校幼儿园举办运动会。小朋友化身小小运动健将，家长也是运动员。今年是亲子，所以很多细节上的考量，就想到说希望家长、孩子、老师都可以在这个运动会里面玩得很开心。家长跟老师是共同目睹孩子的成长。室内外的场地都充满了加油声，家长和孩子合作完成竞赛，考验亲子间的默契。She did ask Papa, you must learn how to jump. So we did practice one or twice in the tiles in the house. Yeah, yeah. She choose the tiles for me to jump. 在家的话都是很少有机会有这样的活动了，然后就来到学校的话，看到这样多家长跟那个学生都很团结了，对，然后一起都很希望把这个项目、这个运动会给搞好。平日家长忙于工作，难免忽略亲子交流。这场运动会让父母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和孩子一起度过欢乐难忘的亲子时光。现在大多数都是双薪的父母，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间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回到家已经没有时间陪孩子，所以借由这次的活动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跟孩子更多的交流，透过游戏拉近彼此距离。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大家共同合作完成比赛，就是自己的冠军。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道。